你这是我告诉你尿素，我告诉你尿素不是很贵吗？我家己的尿素，家己饲的较乖，家己会当控制吼。来，我把咱尿素过来拜托，多谢吼，多谢。啊，你尿素来刷边边的无？给刷到，嘿嘿，到外面。好的，谢谢。电工会吼，我这里就现在算的，讲国语吗？就有没有听不懂？可以哦，有没有听不懂？台语的举个手，都听得懂吗？那我们台语哦。顶个讲这个就会在算，就会是嘛？我有讲到这个毕业都问耶稣。一个问题，叫做什么是真理？迄就是叫现代问题。啊，真趣味一个新现代、前现代的毕业都竟然耶稣问一个足叫现代问题。所谓真理，就是绝对对，安尼叫做真理，对无？真理啊，伊是真诶，伊是有理诶，对无？真理，英语叫做 truth。绝对对，这个问题就是出自这两字叫做绝对。就会带人对绝对开始质疑，讲你是人，你哪有法度遐尼绝对？所以就会带人对上帝绝对无问题，总是对人的绝对有问题。两种人，一种是科学家，一种是神学家。因拢宣称因讲的是绝对，所以现代科学甲神学变足厉害，到底谁听谁懂？所以大部分的人到尾也是相信科学，包括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现代的世人越来越自卑了，因为像迄不科学啊，伊讲。查某囡仔无嫁安尼生囝，凊彩讲讲，对无？跟死人三公来过话，凊彩讲讲。我问你，你去同一个 case 我看，你知影迄个科学就是讲，你安尼发表偌好的报告，爱 repeat 无？你甲我讲哦，我照你方法做，你当做出来，我才会相信你。所以科学是相信方法，你知无 ？methodology。你方法我照安尼做，迄、那个结果安尼我才会相信。总是圣经作对是一摆尔，其他无啊。这里面啊，所以一边讲上帝启示我绝对，一边讲我用我的目睭、用我的手所研究绝对。后现代的人来了就说，恁两个拢臭屁，这叫流言。所以伫流言代讲起来，基督教阁有机会复兴。啊！伫现在是差不多吃瘪了，看起来是安尼，直直要问题。总是做出瘪，1930年啊，为建筑法开始这个 postmodern 这个现代开始愈来愈用愈侪，愈用愈侪，愈用咱即马全世界差不多拢接受安尼。总是来做世纪来讲，这个世间绝对无绝对，即句是现代话，毋是叫现代。因为你内底有两个绝对，对无？有绝对无绝对吼。头前这个绝对，就是讲绝对是人无能力讲的话啦。Absolute， 人拢是为了人拢是相对，人无同绝对，所以你别讲绝对安怎是，这是现代。耶稣基督甲这个撒玛利亚的，甲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伫古井边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嘛是圣经比较有较长一些。所以咱会看，底下对耶稣基督有一挂耶稣安那面对这个查某人，伊甲伊的互动，甲伊学生的互动，因为我发现讲，刚刚咱个用字就明白，明白方面。这是做特别咯，耶稣是真明白啦，竟然伫圣经留一个例，留一个 example， 留一个例，互咱学习。所以我顶摆就用足长的时间在讲，这个耶稣，这个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今天是我们的时间就停掉了哈。
所以我会看看八点半，啊，咱就小可讨论到今仔日时间大概是安尼。啊，我小可 review， 咱很多人讲啊，咱第一个就是行水平，行水平，讲必须。啊，我已经跟你讲哦，无必须的啦，你免安那写迄是在意啦。耶稣是为了听来听讲，所以这个听来水平，因为犹太人要为耶路撒冷，要去到巴黎。伊袂行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是无往来，关系无好啦，会绕道。即马中国那个南海当作伊个所在时，你就知影以后你要开船的时候，你都爱西国，你来说，那是伊个范围啦，那是伊个国土，台湾嘛变中国个，安尼了解？危险了伊个，东海、南海，哦，所以迄个是讲撒玛利亚，即地是撒玛利亚。啊，有些犹太人，伊是住伫即边，住伫哪里？啊，所以来去应该是即条路较近，总是因为即个是不友善、无友善、互相历史来就是足无好个处境吼。所以因犹太人拢是为遮啊亚利哥过河行即条路，伊毋是行沿海个大路，伊行河东。各站轮通这条路，行到撒玛利亚过了，因才过来，啊再去加密。所以咱来看这条加密路，耶稣过也是去加密路。所以为耶路撒冷要去加密路，伊是安尼行。啊，你了解吼？你是绕道而行啦，因为有迄个历史，迄个相关的，所以伊袂安尼行。啊，虽然他们为连国犹太人拢安尼行。耶稣基督，伊讲，伊离开犹太，才是犹太，要去加利利，犹太的耶路撒冷，要去加利利的加百农，伊讲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是不成立，啊，叫伊在讲无可能的，无人解掉咯。伊的必须是因为伊听少了一个查某，这个查某是外国，是外种族，宗教信仰都是无种健康。为着要靠过这个查某人要救撒玛利亚的耶稣基督，从那边做必须吼，在撒玛利亚里边，耶稣行这条路，这条路是较窄啦，总是经过一个充满敌意的一个地区吼，啊，暑假走两只，暑假，啊，暑假伫犹太人的历史内底有一个足侪足特别的物件。就是雅各巴底亚乌一个古迹，迄就是因个观光景点。结果做工乌个古迹，因为你在伫迄个所在半沙漠地区，古迹有水，就当景色，哎，当建筑，所以迄是足重要。所以讲 proud 足啊，骄傲讲，这是阮做工雅各乌个古迹，甲即摆有水。啊，所以迄个查某人就是去讲，就是套中岛。来这个雅各寺，而且要上水。啊，结果过，因为无查某人透中道要来遐上水，因为会中暑啦，伤热。我第一届去台北去潭州的时，要去买菜。啊，潭州吼，我唔知恁知影啦。潭州吼，拢总嘛是条街啊，就是位海墘吼，一直甲要出潭州咧。条街啊，即摆为着渔港，佫有几条新的吼，我本来伫条街啊。啊，条街的中心就是庙啦，因为信仰的中心就是伫正中吼。啊，庙头就是一条路比较宽嘛，佮一条街啊，所以有一个十字，迄个十字就是阮的菜市啊。所有卖菜的人、卖鱼的拢开一只迄个发财啊吼，啊就来遐，站伫迄个十字路的上边边啊。我会再爬起来，爬起来看伊个去到遐。无在旁边，你逃出来，大家走了了。我讲，啊，恁买菜来讲，我甲点半就来买菜。啊，点半我七点半，咱都走啊，我一点跑去咧逛街。啊，你了解无？因为是流动市场嘛，哦，啊，所以你逃得出来是啦。因为挂号的人讲三点起来挂号啊，你我较袂歹去。三点半半半，包括七点去买菜，都包好啊，包好啊，加上下晡过头，加包好平平平就过来。所以，那人嘛难怪，查某人啊，
在咧浸水，无就天父光，无就黄昏时，安尼讲对无？这是白羊日头炎的时，啊，佮透中道，所以这足清楚，这个查某人就是个人坏，还是互人感冒病，感冒病讲歹话，所以伊家好心，伊就趁无人的时，伊来浸水，这是伊的困境，还是伊的困难？啊，尾来耶稣解讲话时，讲原来伊的婚姻较不灵，伊连续计划啊，毋知是安怎，毋知是因翁外家离婚，还是因翁出去死去？哎，迄阵的查某人是无法度上班，无法度趁钱，伊若无去结案，伊就是爱做记录，啊无就爱做啥，因为无通食，无看，看起来嘛无囝，无讲有囝 ，anyway， 真困难。啊，即摆一个查某解带做伙，佫无去。见不定，所以这个人的婚姻是不灵的，这个人的性生活是相对较复杂的。你会知来讲，总是到底伊是有道德无道德，圣经无讲，干来讲伊是一个透中道，但是水伊捌结婚啊，嘛该做大迄个，他无该一般倾向，安尼来讲，啊，所以有伊个。难念的经啊，有伊个可怜的一面吼。耶稣基督，伊遐个，但这个人，伊遐讲话。所以我讲，这个必须是为着咧帮助这个查某人可以突破这款的自我放逐吼。你差不多是住伫撒玛利亚，总是甲遐人讲无来去，因为伊个婚姻的背景可能有来，然后变讲硬话话，变可惜。所以耶稣基督特别要帮助你突破这个困难，伊就伫遐。这叫做爱的激励，迄、那个激励吼，也可以叫做 compare 就是强迫，也可以叫做 driven by love。你知影迄个汽车，那是 driven by motor， 就是汽车有迄个 motor， 所以车咧在走，你知影无？就是有一个力，互你走，啊，互耶稣走去啊，迄个力，唔是汽油。这个咱是听，听迄个查某人，伊就欢喜行一条普通人较无爱行的路，行到遮，透中道伫遮，甲这个查某人见面。今日我伫漳溪，甲漳溪医生咧聚会时，我讲到一个讲，这个一粒冰，若欢喜落去烫死，就结就对了。耶稣讲：“人若安尼来服侍我，我的爸爸会甲伊尊重。啊，我的感触就是讲，落在地里，待落去土内底。你互我的感觉，一个意思是讲，欢喜去人无爱去的所在，欢喜去人拢无看到的所在。一粒米，若甲放伫灯仔顶，放伫家仔顶，装水水，啊，迄粒米足水。”总是伊就是听安尼样子，伊内边爱欢喜吼，看到你土内底，咱拢无看去，然后伊会看到爱欢喜，然后伊才有新的生命，再当归啊，搁一层地啊，啊，就会结足济新的地啊。伊今日讲就是讲欢喜为着听来听讲，欢喜家己谦卑，带落去人拢看无的所在，伊啊看见生命，发新的生命。耶稣基督为了带这个查某人，伊欢喜去所有犹太人无爱去的所在，来到伊遐，结果影响到这个查某人，互伊一个足大的改变。所以我讲，这叫做 love driven necessity， 是听所催变的必须啦。然后耶稣基督到遐的时，是真喙焦到中大，啊，看这个查某人还要抢水，伊甲这个查某人讲，你敢会当给我一杯水？这嘛，跟咱这传统足无共。咱传统是讲，我会当予你一个物件，啊，你来信耶稣。多多变。咱基督教吼，为澳洲你跟咱来传来咱台湾，因为迄阵台湾足衰，所以我印象是米粉、卡豆、卡片、三有，就是讲我有你无，我予你。啊！你来信耶稣，我听说这一生的是，本来人已经准
这就是安尼嘛。你来文静听阮讲耶稣了，看袂眼睛。足实的人，好啊，就坐咧听吼，听了看袂有眼睛，哎，我有听你讲耶稣。啊，这不是唔好，这因为咱台湾人民就什么拢好嘛，你皮肤嘛好，你咱什么拢无回事。所以有满足咱的身躯的需要，所以想说要把咱灵魂的需要给咱，啊，这是正好。总是你看的态度确实就是，我有你无，我感觉有的给你。你看的，较殖民主义、殖民主义的，你看的传统文化是过去十八世纪，差不多拢是安尼英国。到去印度，到来咱台湾，到全世界拢是安尼。总之，伊叫现代，即款呢高压式的，即款呢叫现代人都不买账。他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就是你有。好，所以这无讲，耶稣底下就注意，伊不是讲光，伊讲我无，我连要抢水的物件都无。伊个查某人讲，你连抢水的物件都无，你变安尼你。变成讲，你爱拜托我上水，互你啉，几块。你若要带你的厝边去教会听福音，你是要甲帮忙，还是要叫伊甲你帮忙？大部分咱咧做啊，上好甲你帮忙。我替你供应啊，替你买菜，替你做这做那做那吼。阿达，你讲的是拜托你我面子，你来教会做做啦吼。安尼不是唔对。我是要讲讲，即有无同款的 approach， 无同款的做法。假设做法也是讲是逆向操作，是扮演一个我比你软弱，我比你差，我比你不行，我需要你帮助，你可以帮助我。互人的手长，共人的手短，对无？但你是这个查某人，大家拢无要跟你讲话，大家拢瞧你不起。终于碰到有一个人，是跟你拜托说，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对这个查某人来讲，他的内心的那种被建立起来是很大的。我要跟你讲，只个哥一个经历的故事，这个故事真趣味的是，伊是台湾。60年代去美国，做医生，伊阿妈哥刘医生去调做医生，伊足照顾新移民。所有台湾去办的芝加哥的新移民，拄只到的是大部分拢无买医疗保险，拄只到可能英语嘛袂晓，有的是跳机的，有的是靠亲人办身份的拢有。大家要去美国，要一个新的开始，伊足困难的时阵，听听。医疗保险足贵啊，买不起。啊，伊若做有头路，伊就会当有保险。啊，所以拢有一阵迄个空窗期，迄、那个保险艰苦的时阵。你若，然后60年代到，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去到美国开始运动足辛苦。啊，万一若破病，就是家己台湾自己的药啊，安尼食嘛。啊，若好就好，啊，若无好变安怎？唔敢看医生，你若无保险，看医生看起来就破产啦。你无法度，迄连医生都看袂起医生，你知我意思？医生生病如果没有保险，连医生都付不起医疗费，贵到这个程度。所以咱台湾咧全民健保，我们在提都冇得啦，啊，这咱就紧张，咩啊紧张？无管用什么方法，所有的人做下来打迄个医疗的打，是比家己去打是比较好，因为即卖。以前进步足侪，所以动诶动不动哦，迄就是讲钱讲完诶啦，你知无？现在就检查吼，即无法度，伊也变进步起啊。所以迄个医生就讲啊，所以所有诶人才拢会讲嘛，讲你呐也有保险，万一你呐安奈是，你去做，因为伊知你诶经验，伊袂甲你提钱。我讲即个医生啊，真好啊，所以大家拢知影一个。真好的，伊是基督徒，就是先祖时迄当时也是，啊叫王叔平，所以就无爱去教会。伊是无教会的医生，伊感觉耶稣真好，教会无好，安尼。教会的感恩啊，伊捌去哦，无王叔平过钱，所以
对老师对教育失去信心，啊，伊也是一个足有贴心的囡仔，有一个乌手，伊个会使修理汽车的迄个工人，啊，伊个姐姐有美国身份，所以比较快，比较快，哎，伊有技术啊，英语而且我讲拢是会晓通晓，啊，就去啊，去芝加哥，啊，结果有一间要不做的工作。囡仔无不一样，囡仔发烧烧甲抽筋，肺部有感染上，还是足严重。啊，唔敢去看医生啊，就家己去提些这些药，听人讲，哇，你囡仔咧，你还去看医生，想看，你袂歹提钱。哎，就走到歹势看医生，我个囡仔咧吼，我无保险，这情况就讲啊，真系另外提一只啊，钱以后再讲，无紧，你爱等。这个医生。有三架车，一架电子，一架 BMW， 一架有三架车。伊是三架车拢有买维修保险，就是讲，伊买车的钱，就甲修理拢变，逐年拿足侪钱。就是讲，伊若小可有问题，敲一个电话，修车公司到因家办车修理，若修理袂好，修车公司甲伊拖去创牌号，伊拢买好人钱。敢若出全面健保，伊买的车是安尼，所以伊无。唔免惊车歹去，因为伊买专业，你知影无？做维修拢在。到一工我去因兜咧坐，啊伊讲伊只车吼，只变速吼，开起来时，啊你听看咧有声杂音啦，有声。啊伊就讲啊，我确定咧，叫我迄个保险吼，伊就来用咧。我讲你看咱先来看，伊讲先来买看。我话起你吼。就一个台湾来学手的，伊会创车吼。啊，即摆是一个机会，你会使甲伊讲，我车小可有问题，你敢方便来甲我看一下？伊讲，我无需要啊，我无需要啊，因为我三只车拢买保险。啊，伊一条你要创，伊来美国有在要创，我只车就我唔知啊，我变一个细坑变大坑的对无？啊，怎变袂使啊？即摆是通怪怪尔。我哪知冒迄个险？对无？无事，我讲你无事啊，都是。你知影，伊囡仔互你看了，伊永远欠你一个人情债。你看咧，艰苦心无法度行。啊，你，但最好伊甲你变了，车搁到歹，你反正你有保险，你就叫伊来甲你修理。你无损失嘛？总是伊甲你变好个时，对迄个人来讲，敢若讲摆平了。你知影迄个意思无？对无？我你替我嘛替你安尼，你有听？为了爱一个人，为了要甲伊达到伊，你毋是讲你无我，我互你这個，我互你个，讲啊，遮你有我无？你敢会当甲我斗下手？你确定个？你下手会讲啊，先生，我这只车借我五块钱，哦，马上开来，欢喜到要死，拔起来，无毛病，哎，声好啊！你啥都声爱偌侪钱？哦，没，我感觉。咱感觉为迄个人的自尊心的角度来看传统音，大部分咱无安尼想，咱是讲互伊欠我的钱，欠到有一天我要叫伊创啥，伊歹势甲咱拒绝。我感觉这是较高压式的，哦，耶稣伫遮无，耶稣扮演一个我叫做无拉米尼奇，一种我有困难，我有需要，你等下等甲我帮忙。安尼建立的朋友的关系是较坚定，唔是一边。所以耶稣对这个查某人讲的第一句话是讲：我真喙干，我无包啊，我无上水的物件，你敢会当帮我？唔是我帮你，你帮。就是耶稣无需要，耶稣伊若讲水来啊，水就来啊，对无吼？刚刚我迄个医生讲无需要伊，总是伊是伊会当帮忙你的，就是。伊会当甲到往伊只车，嘛无我必定个往外好咧，总是伊会当去捡。啊，耶稣嘛是同款，耶稣无需要应该抢水，总是即个查某人啥物拢无，伊敢有一个抢水个物件，这是伊比耶稣较济，所以伊会当甲伊帮忙。所以只耶稣祈祷，伊认到，迄个人跑中道，嘴巴一头枵，所以走路忝。
耶稣体会这个艰苦，所以叫做忍冬体弱体虚。咱的大祭司会当去怜悯咱的软弱、凡事甚至甲咱同款，所以这种的软弱叫做 incarnational compassion。incarnational compassion， 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进入去迄个人的艰苦中间，来感官受苦。compassion 就是受苦，因为今日因果伊踮伫咱的中间。过来，这个查某人就发现，我甲你的中间有一寡无法度计算的情。第一个就是你是查某人，我是查某人。在那个时代，边仔拢无人，无方便，查某人无方便，甲一个查某人遐尼近讲话，就叫做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第二，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瞧不起我，种种各有问题。第三，恁的圣经的解释，甲阮的圣经的解释，你拢相信有用，总是撒玛利亚人敢来相信摩西五经，犹太人嘛相信这个。文学作品，甲相信神秘书，所以因的信仰阁无啥共。所以伫这个面，伊有足侪无共的。所以这查某人讲，安尼，你哪会甲我讲话？所以伊知影讲，我甲你的中间有足侪隔两个墙。耶稣基督一句讲，你敢会当互我罪，就破过这墙，就叫做 barrier。所以这是查某人讲，讲。撒瑪利亞的婦人來說，你是猶太人，安怎不過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所以這是一個應該是猶太男人，這有性別的計算，這有宗教跟宗教的計算，這就說原來猶太人跟撒瑪利亞人是不同的，所以這有一個計算。所以有人跟人的問題都是因為宗教，因為宗教信仰，因為經濟，因為文化，咱甲人的中间就隔阂，足侪墙。啊，你要甲伊传福音，第一个你爱有法度突破这个墙，你有法度甲伊建立朋友的关系，你才有机会。所以耶稣基督一句话内底，伊突破足侪墙，还是查某人惊着，你哪会安尼？你哪会无注意，保持距离吼？你哪会安尼？所以，马太福音三章28节，无过分宗教。无过分社会地位，无过分性别，这有人叫做基督教大宪章。加拉太书三章28节，加拉太书三章28节，因为互人甲人隔断的，常常是这个，恶人过去拢往当作不是人，迄就是宗教，也是皮肤的性。啊，我最近，我朋友我看一篇，伊就讲日本人迄阵甲台湾无当作人，你知影无？伊甲阮殖民吼。敢若台湾嘞吼，牵一堆牵起轮船去点人，讲这是台湾款啦。敢若台湾嘞，大部分嘞，所以有当啊，咱无共尊重，因为啊，咱甲伊总是无共嘞。哦，咱讲话讲最近，中国毋是足可能24个人伫咱的留洋社，靠台湾的一寡人讲一寡讲讲讲，足艰苦心。发生这个代志。不管你是什麼人，咱應該真艱苦嘛，好好人啊，小事在裡面，開槍小事了了就好，總是有的人因為咱跟中國關係不好嘛，中國對咱實在是很壞，所以趁這個機會就跟他講一些講得爽快，那就是我講這個隔閡啦，你知道嗎？有很多事情你無法度嘛，啊，你要聽，你要把耶穌的聽給他，你要有那個勇氣，因為這樣有的學生心裡在孤人啊，先去那边当，回来看到耶稣，搭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高智慧，伫去做做在创啥？啊，先旁边啊，目睭无力无力，拢敢开出，你知咧想啥？哎，老师啊，你通无力咧，你是安那？哦，你在把妹啊？控制，我一届甲一个水的查某囡仔叫做男子讲话，叫做植入的把妹，讲你怎么？我尊师重道，你老师你哪会使跟这哦？我讲到哪就做啊？讲我老歹心，你讲讲是，我老歹心，你讲讲是嘛？所以
这个性别的关系，像那种性向的关系，即马一定嘛是人类中间一个较大的问题啦。种族，希特勒之所以犯下大错，他就是认为雅利安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所以犹太人、波兰人、其他人的种族拢是较决定。我若无甲伊抬死，伊会甲我拉，你知影无？你有诶德国人戆戆，啊，看到一个查囡仔较水，啊，都无管伊是犹太人，你若甲伊结婚，啊，伊有法咧见到诶基因啊，就是讲给大家去啊，所以我就不是最优秀的人，所以伊完全是迄个种族优秀主义，对不对？伊对伊就先我知影遗传，即个遗传。所以到今话咱人嘛是有一款诶，种族诶优越感，哦，瞧不起。无同款嘞，啊！耶稣伫遮，伊突破这个宗教的问题吼，无分宗教、社会、经济，还是性别。所以我讲 ，breaking through barriers， 你也法度突破这个，才法度甲耶稣的福音传到别人。讲一句上有名的，就是迄个雷根甲多巴契夫讲，多巴契夫。Tear down the wall， 所以德国现在变一个，你当时也懂得记得，有一个墙来隔开嘛。所以总体当地的人，总共个别走路，咱们就叫拍死。当地的兵啊，个力量，那一边是苏联在管，一边是美国在管，德国战败嘛。到尾来讲，安尼是对德国不好，所以要求多巴契夫讲把这个墙拆掉吧。就变成咱今年的水，一个足足特别的一个留落来一个正水的一个迄落。搁较水的是英国甲德国，因为英国属西伯利亚欧洲大陆，所以希特勒要甲台要甲进攻有较简单，有一个海峡嘛，所以拢用无人机去找。啊，英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伊嘛是有无人机啊，所以就伊甲炸，拢炸成拢炸迄个军事基地，迄个制舰机的吼，制炮的吼。甲你炸，你就无开啦。啊，上边拢安尼，啊，迄、那个英国有一个小城吼，迄、那个小城就是因为迄个军事的重，还是足小的城。啊，德国的无人机就去甲炸，规个城拢甲炸了了。啊，一间迄个十四世纪的建筑搞礼拜叫炸甲剩迄个头前就片墙无烧去。村里咯，拢炸完去。哎，你那14世纪的迄个大教堂吼，迄个塔足大块，啊，迄个高顶就是甲迄个塔，换一个别个塔，搞做那个火鸡顶啊，那个顶是要搬到那种吼，圆顶用炸了拢打开，擦烧烧去。你注意，炸了吼，有人去遐去捡到一支迄个钉啊，迄钉啊，一个人换几个支钉啊吼。因为顶啊为着要纠察，所以看敢那是一件，所以把伊个顶啊提起来，看一个敢那是一件，讲耶稣一届一届在顶，过一届好难，顶是一件，这是万福，大家修改的，啊，总是大家了后。德国嘛，一个迄个小城嘛，叫英国甲炸甲土土。德国迄个城个人，个少年人，总爱家己去募钱，讲咱来帮忙英国，互咱甲炸甲土土土吼重建，帮忙伊电梯怎么样？啊，所以迄个故事是，我足感动。我阵啊，伫美国个时读到即个，啊，就直直去读，伊叫做复合 （reconciliation）。各好好，各好好吼，拍破迄个怨恨的迄个墙。啊，英国尾仔伊嘛是派人去德国甲因斗，但是这两个城算变做结盟啦。本来是冤仇嘛，互相炸啊，就是炸的。啊，为着德国的囡仔开始安尼做，啊，英国伊嘛有回应吼。啊，尾仔因全派人去日本迄、那个，还是讲到迄个广岛，迄个去予美国的迄个合作团。好多同学，派人去甲伊讲，你敢会当无人甲美国合作？所以变做一个迄个全世界讲推动和平，咱无去用武器，用足强的武器来互相杀。
应该用耶稣的名来写下面，变成一个运动。啊，因为迄个礼拜日吼，迄个上传无起来，上传了。啊，迄个站到头路，迄个怎啊起一个新的礼拜日，做新的礼拜日。啊，甲迄个旧的礼拜日，迄个灯啊，怎啊可能新的礼拜日做新的个？真趣味。啊，我诶，人咧讲就是讲，我即个去一月去英国教侪时，我就会一月囝伫遐咧上班。啊，这个、老爸就直接讲了，牧师弟兄，你来招待哦，你来招待。啊，伊无住伫伦敦，伊住伫较方便个。迄个剑桥甲盖布里奇甲像 Oxford 牛津甲剑桥诶，这两个大学城地方，伊住伫遐。伊来前两天有去遮来甲阮看，就讲讲迄当时有闲，我讲啊，我逐工拢爱来吼，啊，即个拜托拜到有闲，啊，你来阮遐，伊就甲我讲，我带你去看牛津，带你去看剑桥。我讲好啊，叫伊看。当时伊啊，我咧跟地图是 Google 咧看，看咧Coventry Coventry G O V E N T R Y。后面是，迄个城拄拄伫牛津甲剑桥的地方啊。哎，我以前捌听到这个故事嘛，我就足期待。我甲伊讲，啊，无甲明仔，咱去牛津，啊，咱去剑桥，你载我去后面水好无？讲好。哎，咱两大号，我两大号了解，看迄个炸弹从一道墙的，迄个十四世纪的迄个建筑物，啊，佮看迄个新的礼拜，甲迄个顶啊。迄、那个旧个礼拜日个顶头个顶啊，做啥物事吼？啊，因伫迄个教会外口个刻门个，当上两个雕像吼，规个啊，共个收在个壳，啊，就是写讲好好，来拍破迄个万物个墙啦。啊，真趣味就是，有人捡着一个茶，烧甲乌起个茶，啊，伫迄个头前，迄个圣坛。天主教的圣坛在拼，写两字，挂着，你知影耶稣基督的是不是讲白啊？写的音，对无？挂着，福音 ，zen， 总是，英国人无写 zen， 你敢写挂着？这个让我很深的感动，因为我们常常都在说，是他不对，是他就要下面，我没想到说，这个战争中间，我们也不对，我们也需要下面，我们都常常自己扮演那个受害者的角色，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很好，他们后面，送死我，不下面，发生，我记得，所以说，在下面我，也下面他，我拢是罪，我拢需要下。所以讲，伫十字架下面，所有的万物拢会使放下，因为主是为了咱的罪已经死。所以在咧讲就是讲，迄个墙，迄个管理，迄个墙爱突破，会当讲 break through。1987六月十二 ，Ronald Reagan 啊，托巴契夫。Tell now this war， 啊，这个情况下了嘛？但是这个我唔知啦，你伫即马伫你个家庭，敢有因为过去有伊无意识个伤害，甲你厝边个人无讲话，无讲话，现在是你个太太、你个同事，还是你个爸爸、你个妈妈，还是你个囝，因为过去个伤害。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伤害，怎呢有一道墙起起来？我讲的，若是上帝有法度把你感动，你甲上帝讲上帝，就像耶稣迄阵，即个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有墙起起来，你敢会当甲我甲我咪啊？哦，迄个墙，迄个伤害，迄个万能的墙。我有机会太多了，我想真的是福音，这款的福音叫现代人去接受啦。哦，不是讲你对我唔对，咱拢唔对，咱拢需要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后来我才再讲讲，伊是扮演强者的角色，唔是给予帮助，是接受帮助，这样才特别。
耶稣来讲，请你给我水啉。耶稣的学生派出去传道，拢爱人互伊食，咱若无互伊食，就了解到。所以拢扮演迄款领袖的角色，一个叫做 receive vulnerability， 也都我讲，共地手底，互人手底，为着疼对方，为着要传福音，你敢愿意扮演弱者的角色？我需要帮助，你会当甲我帮助，用安来建立关系，是毋是伫教会内更加好势？这个电影你唔知道，有印象无？叫做 The Church， 叫做 The Church， 啊，这是真正的故事，唔是编的真正。发生伫巴西吧，就是南美洲，那是什么国家？阿根廷的巴西，南美洲，啊，就是迄个西班牙甲葡萄牙，因就是去殖民嘛，殖民嘛，啊，因就是。我台南活动的迄环啊，原住民哦，啊，就是因规个啊，就是要给经济利益嘛，所以分规管。啊，总是有一个伫瀑布的巅头上面，话有人拢爬袂起哩吼。啊，像啊，迄环啊，大下环，下拢讲因分割啦，分割。啊，就是讲伊本来不然，原住民的伊讲啊，这个伊的，迄个我的吼。啊，到尾啊，敢若是，我袂记西班牙迄个无完全变。葡萄牙先啦吼，啊，结果无发生吼，有一个迄个宣教士吼，天主教的迄个团队吼，怎样白啊？迄夫妇吼，怎样白去你顶头，甲顶头的团啊传到阴啦，啊，传到伊全信耶稣，然后呢，佫教因拜后呢，教因的囡仔，会小听，哎呀，足好听啊！所以伊遐顶头山顶过，怎样变做一个足好的迄、那个，干哪只？一切叫做起步，就是讲，规个庄的人吼，拢做伙做事，啊，物件买水来做伙分，变做一个充满情爱一个社区啦，对，变做是安尼吼，啊，所以足好势啊，啊，总是这个，我拄个像啊，买了一点，甲伊挂袂了，讲，啊，唔过安尼吼，遐个人即摆才进步，就袂听我的啊，所以就是要求。这边的人爱把迄个事务吼给赶走，赶走我都去控制迄、那个。啊，总是迄个事务讲，我是上帝给我呼召来啊，无要走啊，无要走就要跑。所以电影的演的是这个战争吼，这个新的地主就要来控制这个所在，啊，所以伊就做辛苦，伊就爱用迄个吊流浪吼，家己大炮，来慢慢来吊给你点头。啊，当时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有一对兄弟仔吼，啊，伊当时就是咧叫啥决斗，就是讲，若讲你爱一个查某囡仔，我爱一个查某囡仔，咱就压倒决斗，啊，输的就叫台戏，啊，赢的就是英雄抓恁命。伊当时是安尼，结果迄个两个兄弟仔为着小小的代志决斗，结果小弟死去啦。啊，这个赢哥吼背后就。不敢好心啊，吼，啊，就责备家己啊，吼，啊，活袂落去安尼，啊，结果，迄个教父就甲这个媳妇讲讲，你这个人安尼袂使，你白人，讲你该去甲辅导啊，吼，啊，伊去甲讲到尾啊，伊就安尼悔改，无自杀，啊，迄个，然后就是本来就决斗迄个吼，我那变做媳妇，啊，我那去恁山顶买药，甲这个本来媳妇做伙。总是伊就掠派一个哥派一个鹰派，第二就是讲，哎，那咱就该怕，而且讲袂使，耶稣讲爱和平啊，所以两完全无同。啊，看迄个葡萄牙的军队吼，已经大炮啥物拢来地球地球起来，佮其他的原住民吼，训练迄个射击吼，用火来杀。啊，上尾也要改变的是吼，这个决斗的这个吼，全传到原住民吼，无地地迄个。葡萄牙迄个部队内底吼，甲因偷摕枪、偷摕火药，吼，偷摕一寡武器，吼，因为无靠岸嘛，就是走来，啊，都在山顶顶头做堡垒，就是要甲因拼。啊，另外即个讲袂使，咱就是爱和平安尼，啊，伊就是带一寡人咧，伫伊个迄个教堂伫遐弥撒，遐唱歌。啊，电影结束足可怜啊，
迄、那个命嘛是拍死，伊若变人会过啦，人个规个部队，你看一些人啊，连出阮前面也袂晓拍仗啊，所以偷一寡武器嘛，无骨髓死来都该死。但是可能就是完全无甲伊拍，干那伫遐咧比赛，迄、那个伊嘛是拍，逃拍，所以你到底有当咧烧，所有人过来拢死了嘛。电影结束的是，从几个原住民的孩子。很巴地，伫迄个瀑布的上面吼，伫遐行来行去。电影结束的时阵，是迄个人看水内底有一个小弟弟，佮有一个小弟弟。迄、那个囡仔看看，全是小弟弟，无是迄个小弟弟。电影就结束。这是种较悲哀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传统因，啊，就在自己的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但这位三仙的，所以无甲人看做人，无甲人尊重，看做是咱买卖的奴才的物件，安尼来的。啊，这就是迄、那个，这就是迄、那个，迄、那个鸽派吼。啊，另外这就是伊家己的，伊用迄草啊种的迄个教堂来拍吼。特别特别死啊，过来伊嘛想拍死，即个伊当拍死，几个啊囡仔无拍死，电影结束。这个 the mission， 也立这个 the mission， 但是我们刚刚讲这教会，教会，所以这就是帝国的殖民地主义。真可惜，咱过去的福音是跟帝国殖民地主义聊得太近，不太贵。所以，咱台湾人对基督教印象作歹，主要就是这个，这是历史的伤痕，对不对？所以，那伫后现代，你卖用迄个强势，卖用迄个来是，可能后现代人要较硬，较可怜可怜啦。啊，而且耶稣基督，就是用接受帮助，唔是互人帮助，所以唔是迄个帝国的迄、那个迄、那个状态，是一种软弱，我讲这叫做接受者的软弱，无论哪边去嘛，叫软弱。过来，伊安尼了后。已经建立了某种关系，伊就要引起伊的注意。伊上大的注意就是水，伊上大的困难就是在套上头来抢水。所以耶稣叫伊回回水了，开始开开讨论这水的问题。耶稣讲：“你若知影上帝的恩赐，甲你讲话，互我啉水，啥物啦？伊会互你活水，这无矛盾吗？他连水都要他给，但是他有活水。”对我看讲，我这个医生，我不能无需要修理车，总是请你来修理车，对不？我这查某人，你都话水，你搁甲倒一杯水，所以先要讲你哪好嘛？我讲啊，你特别歹，哇，比你搁较好。我捌听一个笑话吼，就是迄个非洲的人去英国佚佗啦，看到迄个旅馆吼，迄、那个水龙头。真的有水讲哇，这有够赞的吼！因为伫非洲吼，拢在乌巴要死，再乌着就算水尔嘛吼。所以要等于非洲真贵，买十几粒水龙头，你知无？我买十粒水龙头，我觉得有够好个。啊，等于非洲了，全变乌漆嘛，水龙头真奈无水啦吼。伊唔知讲水龙头无水啦，你来水讲。伊开始讲我着你了吼，你了等着滴滴啊，准备水来出来吼。好，一真正是安尼，真注意吼。所以。耶稣来讲，这款水会流出来，这当然伊要爱啊，伊想注意啊。伊讲，迄偌钱钱？我你买一个好，安尼我就免套中头，落我要死来抢水。这款叫做福贝尔尼。你要看到伊，你先了解对方即款上大个欠款是啥物？你先关心伊个欠款，然后你再甲伊讲，有比这更加重要，迄是好。所以所有的人，当知影你关心我，你了解我，你知影我有这个困难，你搁要甲我帮忙，已经建立迄个疼的关系。以后我讲我也有这个福音要你，伊就开始去。我今日做牧师，是因为男医生，伊我足细汉的时，对我上欠缺的所在，甲我帮忙。伊无甲我讲你着信耶稣，无甲我讲你着安怎。然后，这些钱，让你去买电冰箱吃，
一直拢袂起。大学期要开工，就骑脚踏车来阮家，就一包仔钱。阮老爸讲，予你个囡仔要变较钱，因为阮迄阵啊，两届都买袂起啊，没有铅笔怎么读书啊？没有橡皮擦怎么读书？不可能。所以我细细，我迄阵啊，国民学校印象都真讲，哦，一个信耶稣的人，是会关心我有读册无读册，即款的疼，我爱啊。我甲上帝讲，若是这叫基督教，我袂啊。总是伊毋是甲我讲，你着信耶稣，你就会真灵动，无。耶稣基督对这个查某来讲讲。但当中道的情绪更真艰苦，我知影你艰苦，我若帮忙你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讲好啊。所以你关心伊的即卖的事业，这个第一，这个嘛是，那种叫做伊把这个彼得救主，因为。耶稣迄阵啊，无像咱英国教会有遮尼好个营养，佮伊啊遮尼素食无啦，伊两礼拜两嘛无，就是海鲜啊，海鲜靠啥？靠迄个地势啊，靠迄个海风啊，所以伊就伫遐要讲啊，足侪人在听，啊，所以伊无法度，人太济，伊迄个声放袂开，所以伊就甲彼得讲，你船啊少者，啊，你看船啊少，我啥啊问题？安尼迄个家己伊个风吹来的时，我就免卖佮讲啊。迄个自然风吼，安尼就较侪人听哦。来说底下足侪人，因为咱食过伊便当，对来吼，啊，伊就甲伊讲，讲好便当了后，啊，甲伊就讲，啊，你怎个了去？讲好啦，咱足衰，无半辈啦吼。伊讲，啊，我甲你帮忙抓伊好，我甲你讲，一个讨海人，规暝抓无去，耶稣关心伊的感受。关心伊个生活，讲你敢要不去一摆？我帮忙你一下。彼得吼，应该想讲先说啊，那这我可能我着听你个，那你啊，伊应该你听我个吧？嘿，你爬起来也几啊十年啊，你都毋捌抓过。讲是彼得，甲耶稣讲，因为你是先说，我虽然抓几面，听我要是要倒去困，好啊，无着搁抓一摆。一款安尼，面啊唔得一款很屌的那个态度吼，我发生帮一个爬落去，转转来遐么顶，因为是上济。伊转紧叫伊个朋友注意，电话是对，电话是点想讲，拜托拜托拜托，倒救救来大家有滚。所以两只船甲鱼啊游过来的时，规个人拢在看鱼啊，然后彼得就耶稣面前讲，我是罪人。你不管，我讲永远不是泰山。看你头前这人不是人啦、啊，因为迄当时日时已经无去，佮一大堆人来乌比闹去闹，你听啊怎了？嗨，伊叫我下啦，伊呀呀，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这样两个来讲是无可能，所以才讲看你头前这人不是普通人。在想讲，伊他拄仔咧甲伊讲遐酸酸的话吼，甲伊呛呛吼，歹势啦。所以讲我袂堪住，甲耶稣讲，袂堪，耶稣讲，安尼你就袂堪住，你知无？当人讲家己袂堪住，耶稣就知影你会堪住。这时阵，足侪人讲，啊，你敢要说咧？讲我袂堪住，因为我遐有足侪坏习惯，也袂改了。当我拢改好了，我再来洗礼，安尼就较袂歹势，对上帝较袂歹势。我讲，等你感觉你袂堪住，你就当小事；等你感觉你袂堪住，你就去处置得好，你唔当小事。等你健康改好，反正你先来做要创啥？一直注意哦，掉一个吊诡的现象哦，就是讲，咱当个人家己有假，你做个面袂堪住，还说讲对，你了解自己安尼，你来对我，我要让你得到人亲像。所以规个生命会转变，所以阿叔伫遮引起伊个注意，因为了，引起查某人个注意，因为伊欠水。所以，我叫做 failing，
你先关心伊即马关心的代志，你先帮忙伊即马的困难，然后你再甲伊带到上帝面前，你是后壁的代志。这叫做 paradoxical mystery。你连水都无，你阁有换水，这叫做 paradoxical mystery。耶稣是宇宙的主宰，上大的力，伊确实无罗马兵同咱费水乱拍。跟咱讲可能，这嘛是 paradoxical mystery。主的面前，咱有足济，咱无多了解。上帝佮慈悲佮公义，这嘛是 paradoxical mystery。圣经有太侪一款的矛盾性的神秘，太侪。这是其中一个，这都话最应该佮咱都最懂。后来，既然突破迄个困难，该认同。接受伊个帮衬，佮引起伊个兴趣，即马开始就咧带到伊想要要改变这个查某人，就是开始讲上帝个代志，开始甲伊讲，讲人来用我所属个水，用我袂水，但我所属个水正做转换，是正到人生，所以即个水一定毋是地面个水，即已经为即个水已经演变到灵性的渴。这查某人连续结五个案，拢无法度完成。甲即马迄个查某人唔敢甲伊结婚，所以我想伫伊个心内底对爱有很深的渴。即款个喙干，唔是水会当解决。所以耶稣伫遮有转变，对里面水已经转甲会当清甲平凡化个水，这就是为伊个本质个需要已经转到灵性。耶稣嘛，甲遮个食便当人讲，讲你唔好为着一直为着要食饱，因为我要给你个是比个更加好。我就是活命来拼。耶稣几啊摆拢是先用咱听有诶物件，先用咱个需要一份咱，然后甲咱讲讲，哎，事实有一个更加重要。你敢变？那变我含伊个说服你。就咱讲 ，from building to genuine， 因为你啉水甲食饭，互你食搁较侪，啉搁较侪，到尾来咱拢爱死。总是咱的灵魂啊，有永远活的是，迄个物件才是更加重要。总是伊巴肚枵到要死，你家讲迄个伊听无，伊嘛听袂落去。你爱先解决伊怎个问题，然后你才慢慢啊甲伊开讲，还佫有一个更加重要，你敢要注意，你敢有要考虑？这查某人，他耶稣安尼讲，耶稣还讲，叫你的神子来，我就要互你住。你查某人真痛的，上艰苦所在，因为伊个婚姻就是伊个痛苦。对讲，我无丈夫，耶稣来讲，你讲无丈夫是无对，你已经有无丈夫，即摆甲你做伙，毋是你个丈夫，即句话是真个。你想，伊讲个对啊，对，这个女人。耶稣甲讲，叫你个阿奶，伊讲我无阿，即句是对，啊唔对，唔对啦，伊都无个阿。即嘛，伊个痛苦啊，哪会讲无阿？伊无阿，敢若伊是一个纯情的少女啊，哦，我没有丈夫。但是耶稣甲我讲，你袂惨，你捌结过五个阿。耶稣方面讲的是真的。你有感觉耶稣迄款 nice？咱人咧讲话真少，讲予咱会歹看个话，咱拢会斜面，咱讲对无？对无？咱拢会修饰嘛？咱会把比较见得了世面的提出来讲，你看，无可能，咱就无讲，咱也无共骗啦，咱讲个嘛对，敢若后壁人讲，迄个我个小话嘛对啦，拢是你某你无讲，哎，啥啥，咱就当带去啊。对不？那我个性讲，你敢骗？耶稣知影，耶稣知影，伊有无通啊？你已经有个丈夫，你怎么说没有？他说你讲的是不错，因为现在这个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你会让你人的，别安尼讲哦，人的讲话吼，无绝对有对，无绝对对，拢是对甲唔对，人人做伙讲，对吧？
你作为我们，都是亚洲兵针对他那个对的部分跟他肯定，对于对的所在，亚洲怎么样？不 ，no comment， 不讲。OK， 你是对啊。所以这款呢，接纳这款的肯定是真有贴心的。你怎样用呢？用呢？是亚洲的先生，是把亚洲引入犹太人。你用完那时候已经风声足够，已经足定在台江头，耶稣告伊个，用完台行西，我相信真有真影落来，所以用完台介绍讲，这就是上帝的恩歌，所以用完是耶稣的引门人，总是真可惜，用完的年纪较歹，看到人，婚姻结果无得，未到叫人去关，啊，伊想讲耶稣，我替你安做安尼。啊！你著比赛啊！你著要来救世界。啊！干我一个，我搁你个堂，表哥啊，堂哥吼，搁你搁有亲戚关系，啊，搁甲你帮忙。啊！你哪会无关系？只拢无动作，所以我还开始去聊你。啊！你是比赛还是我老鼠啊？啊！派阿先，去阿条双龙宫，先生，啊！你是阿子，阿双无关系。耶稣讲：“你去问你的老师讲，讲先去看病，拜他一下。你去来讲，然后用完了先行去了。耶稣马上就了约翰，约翰怀疑耶稣，耶稣就了约翰，讲妇人啊，所生无一个比佮较伟大。你要看真正先知吧，这个就是先知。”所以，迄阵约翰是信心强、软弱，对耶稣充满怀疑。我会感觉耶稣迄款对人软弱、话多的是，条件无要看伊的无好的一面，集中看伊好的一面，这不是问题。我伫留言台，你若有这款态度，才感觉你足温暖啊，是不是？哦，所以你再讲起耶稣基督，特别。讲圣经记，我面前经我的书，在伫你的面前准备着哦。讲的就是这个，我是来甲你讲，古人人做生活一个比重还较大。所以，对这个传统的对象，你唔好，你有做，你有做去悔改，那是现代的做法。你这种对罪，但是你讲不敢讲你有罪，你有唔对，耶稣讲你讲的是对。所以你安尼讲，这个古人人。为了改变，因为这款人吼，伊的婚姻遐尼不良，特别我听着都对我说讲，这个是不守妇道的女人，这个是奸淫的女人。啊，迄是摆在安尼讲，迄是你的诠释啊，迄是你的解释啊。圣经甲咱讲，这个婚姻啊，咱有五个丈夫，即卖迄个无伊的丈夫，安尼尔，到底问题是伊的问题，还是因安的问题，拢无讲啊。总是咱谦让传统。就是咱太阳肯定定罪啦，耶稣无定罪，迄个现场叫人抓一个查某人，耶稣就甲伊偷解规规矩了讲，我不定你罪，你去吧，不要再犯罪。就现代的人，唔是需要你家己讲这唔对，那唔对，那唔对，伊需要你家己肯定伊对的所在，安尼伊的自尊心就建立。叫做 accepting affirmation， 接纳的肯定。这个有人啊，知影讲头前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听讲到这了，开始就讲这个应该是神人的教训，来给你请教一寡我无法度的问题。所以开始有人啊的重点就对高级罪开始转向信仰问题，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信仰的圣经的主角足无同款，所以就是开始甲问讲。这个古迹是阮祖公挖的，你敢比较大吼？你讲你有啥物话水？阮这才是话水，这已经几百年拢水拢浅袂干，你敢讲？这才是话水啊！你敢比较厉害？开始要调整，调整耶稣，耶稣无来，耶稣讲时候到，你拜上帝，要心灵相信。不然你讲到底是耶路撒冷，还是伫阮家？倒位摆较省，倒位摆较好。耶稣也无甲讲遐遮，因咱定定，拢会甲人比，基督教也无教较好，咱来比。
我有中华民国病，你有什么？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你有什么？我变怪。耶稣对这种不输，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啊，伊除了伊家己父亲的婚姻，伊嘛有伊的心，他的背景，伊嘛有伊要甲耶稣请人去讲。对，这就是撒玛利亚人开始无讲水啊，伊开始讲敬拜。我们做工，我做工无无钱啊，我做工伫遮敬拜，你讲倒来甲有啥念？所以问耶稣讲，啊，你讲的到底是倒位拜到？你有相信韩国基督教吗？韩国的刷到不够大，那叫做朝圣。但有当咱会，莫名教会真面红，咱就会去朝圣，去看下。我不是讲可能唔对，我是讲事实上很重要是心灵诚实，唔是个人的迄个行啦。不管你什么行，学会无效啦。较重要的是你甲上帝关系安那建立。所以，伊拢耶稣拢无答应。耶稣甲伊讲，时间未到，拜别无伫这粒山，也无伫那粒山。所以耶稣就是四两拨千斤，那都是要心灵诚实，把这个重点放出来，因为。天地都好好伊人，嘛都好好不伊人。这款的疼是无对立、无分的。上帝疼歹人，你想着，愈歹上帝愈疼，对无？对啊，上帝若公平，咱死了了，上帝再无公平啊。咱有一条圣经嘛，上帝肯定有罪人。先像我安尼也得你听，你看，咱国家医术，咱国家歹啊，医术实在是袂歹，医术话嘛无改改得比健康哦。医术个人讲，以前讲我着要考试啊，暂时有上，但这点其他些是拢比较有较好。你上电竞哪讲？有讲医术？听我，不是讲医术歹，听我讲，我就。还在肚子里，三个多还没有出来，我就是挑那个老板。我刚想做小美天开了，人家弄开了，那小美天开了，所以你家要花有好好记啊，好不记的啊，这款的听是较广、较包含、较广。咱常常都讲，上帝跟他听基督徒啦，跟他听。天公教会基督徒啦，哎，这个已经都无啦，无听啦。你阮想献给阮想想传道兵，阮想那个，一种选民主义。阮是伊咧，阮是上帝所拣选的。你犹太人就是讲，那我为嘛想这款？一款自我中心、自我膨胀，不是啦，是因为咱无好上帝听，不是因为咱好。耶稣跟这个妇人的讲话，引起这个妇人感觉耶稣得罪过，开始得罪过。现在开始讲礼拜讲了，妇人就讲：对，我们做工啊，工人家老婆正，还是拢饮这个水，你敢比较大？咱传统的礼拜，牧师讲到的是你拢点点对无？你想听他讲话？也强强啦，你莫说强，伊遐关关，啊，搁献祭的地方吼，大家拢好咧。哦，你有当会无当，你个强强就是安尼吼。啊，耶稣即当得干呐，会当用阮啊 ，on the spot， 来 challenge。所以耶稣的态度无遐尼官威，也是威严啦。我说的 terrible， 耶稣的态度干呐较长雄，你知影无？所以法利赛人啊，天主教拢过来甲耶稣安尼，你一句我一句哦。这款的教叫做对话式的教学，大家拢去考，黑得过去。嗨，后现代的孩子比较喜欢这样的教学，而不是填鸭式。你拢比较嘴归嘴，我的把你煎，
哦，我今日用本着面好钱拢吐出来100万安尼，这是咱以前咧想到教育就是安尼嘛。即摆毋是呢，鼓励你想，鼓励你问问题，鼓励你创意，那是后现代。因为无讲老师都准备较紧，你看教你人绝对已经伫吼后现代个想到啊吼。所以讲说明就是讲，我一个足好个后现代，就是讲你莫有迄权威。所以我自从看见安尼了后，我就拢无徛伫讲台。我这半年拢伫会教个中间游走，我一定要求袂使甲放个，一条线我无个，我一定爱无线个，爱无讲。所以我还能讲到什么呀？所以无人敢照顾。还有老师当时也惊到你个面啊，他惊到腰了。哎，这是一种 gesture， 一种姿态，就是讲我呐，已经啊。礼拜的空间的安排，我是高高在上，我是安那是，不知不觉就显出迄个阶级，什么人较性格，什么人较高，什么人较专业，啊，后现代就是对这款自以为专业的就是抗拒，对啊，所以这是足出现现代一个态度，你会使问问题啊，你会使甲请人家。我理赛人嘛是安尼，哦，我前面是无，所以一旦引起这款的对话，这是真好。大家拢听，一旦讲起对话式的教学，哦，这是较重要的。即摆囡仔较会接受，所以咱是大人咧教囡仔，唔好讲囡仔人有耳无嘴，这是现代的教。你点点听我讲就好，你该鼓励伊讲。然后跟他对话，啊，让他慢慢去学习，这是后现代的教育。再来就是语文教育，学生便当买来，讲请吃，耶稣讲，诶，我有物件吃，是你唔知，然后就来讲，诶，你看蚕敢是色啊？你讲那个四个月总是蚕已经吃，你安那呢？对，有性格人这样来讲。撒瑪利亞啦，伊查甫啦，敢若即摆阿拉伯人拢是穿迄个白袍，就是规个拢穿白。啊，因为即个查甫人听着耶稣安尼讲了，就讲哇，莫非这是弥赛亚？耶稣第一个公开承认是讲这个人，我们有没有在讲？在你前面就是。所以耶稣公开了这个人，我们就是弥赛亚，所以有人欢喜一下。但这个弥赛亚来，所以全袂记哩伊个嘴巴。水板是要上水的地方，肯定装入去城内。你会记，伊是米人的，即款是走入人群，伊的生命节奏会改变。已经袂介绍，袂讲安尼歹势啦。伊讲，你出来来啊，你敢要来看？所以咧讲就是讲，迄个鞋仔吼，要袂挂，要穿的啦。总是咧穿靓靓的鞋仔吼，伊后壁就是一群撒瑪利亞人，因着穿迄白袍吼，为了造成。所以耶稣讲，白啊嘞，花白的，有人讲是安尼啦吼，真难走嘞。遐侪人，因为这个查某人规个性格开，影响规城的人，城内所不断变卡，结果伊规个老改变。这个白姑娘，甲耶稣讲话，这个讲话绝对变，伊唔敢去，伊拜托犹太人来救落去，佮拜托伊的朋友去讲，歹势你。你讲一句话，你莫来，我足地看见。比如耶稣讲，我唔捌看过这大的信心，所以耶稣利用所有咱有的机会，甲伊学生甲圣经的真理，就叫做 Kairos 伫咱后面抓着，讲一个人会欢喜受教，有一个窗仔门啊，当你的囡仔。开始甲伊问啥物代志个时，迄就是伊准备变恶个时阵。你若念迄个时阵，甲伊讲，伊学了足紧。我个第二个是，阮三个囝体较叛逆，所以差不多甲初中了就无爱甲讲话啊。敢若我欠伊500万啊！伊上济话就是我讲啥？安尼算袂歹，了了解。我无要走，无讲话。我就真艰苦心啦，因为这个囡仔就讲无上帝，我就直直在祈祷，啊，尾仔我就家己要对找我的
进一步到了，我搁离开因，我家己结婚去进行交往，啊，因拢留伫身体。我个人是，我你无爱甲讲个关系，总是我无要停止甲伊讲，所以我逐礼拜甲写 email， 就讲大人，我之间都会流失。你知影流失足水，流失哪里？会建立触感哦，伊会坠地了，啊，地袂了，从边边，你知影伊种，地一半哦，哎，敢若水晶啊，哎，日头跑起来是红，敢若酸晶，足水足水。啊，我就会甲讲，今日哦，昨流失哦，今日我看。冰吼，看迄个迄个玄冰啦吼，真水啊！我就在恁当当啦，啊今日什么代志？恁是什么代志吼？一定干，有一天，伊做面社会好嘛？甲我问讲，爸爸，你迄阵安那叫妈妈？我话实在真难，我想伊有介意着，伊个下下会都是查某囡仔。啊！伊要聊，唔知要安怎聊。总是我较感动的是讲，伊无去问朋友问，伊竟然问一个都无爱甲讲话老爸。所以表示我过去的策略有成功啊！哦，但是讲你无爱甲我讲，我嘛是直接讲，直接当作朋友安尼。所以伊不伊有甲我当作朋友，所以伊要甲我问。迄个时阵我来讲，伊耳仔就足注意听，应该说，伊已经准备好要问的是。所以咱在咧传统经，但是你等下伊甲你问讲，我若要信耶稣，要安怎信的是，迄就是你的机会啊！你知影无？伊过去对伊的好，对伊啥物事，咱等下甲伊讲，我要安怎来信耶稣？你有当安怎照顾呢？所以耶稣基督，等下有机会的是，你定迄个机会，甲伊讲，你搞定。我现在就伫遮啦吼，有你我现在困到不行。我明仔载爱伫台北分院教会九点爱讲上细讲三点钟，所以我嘛需要坐车去台北爱困吼。我多祈祷一下吼，啊，咱会当问几个问题，我想我就爱去坐车吼。好，咱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伫遮设立永福教会，啊，我来当伫遮敬拜，我来当伫遮学习。感谢天父上帝，我有机会。我教会遮做伙来学耶稣基督，安怎伫即个苏海、古吉丁、甲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对话。伫迄个中间，我看足济，即个年代，我会当欢喜的，都会无去。求主你帮助我，我会当欢喜对你有好的学习，然后我即摆的时代，会当遮做好的见证人，甲上帝遮分享搁较济人。感谢基督，各耶稣基督。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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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我的我所有的事情看我的经历是谁的你说的真好耶稣是耶稣人一样总是在这个故事我看到耶稣无把他超人的那部分提出来压这个男人耶稣整个是让这个男人感觉很安全感觉不能担心来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条件都跟耶稣说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对耶稣有这个态度就是说耶稣的力量我们无总是耶稣留下来的模样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若学习无一种强势的传福音的话，咱愿意听对方的话，咱愿意突破一寡人讲未使去碰到迄个墙，咱有可能嘛会当甲耶稣一个共同进来啦。我所以烦恼，这个墙啊拍破了，你的终极信仰要不要？我家己的信基督教是因为。我看到你的见证，一个是我的老爸，伊对老人的身体的信仰了后，上帝拢无甲祝福，伊较死就去掉这个信仰，所以这是苦难中的信仰。啊，一个是这个老人生的囝，上帝让伊变做因果王者元帅，伊会当享受所有的，总是却提来予所有的这周围这善事的囡仔。所以对我来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片面，不是一面的。不管你是伫丰富，还是你是伫艰苦的中间，这个信仰我有法度帮助你行过去。所以我背后我决定，这个信仰我要来，因为我人生一生无法度永远保证讲一帆风顺，有当仔嘛拄着真凄惨的事。所以这个耶稣是凄惨也好，丰富也好。所以，保罗讲，我已经学着闭关，破除卑贱，破除丰盛，我唔忙。咱的信仰是会当，予咱安尼全面性的信仰，唔是干那讲，我若信耶稣，哦，我着免人通食，啊，我着哦健康袂着人啊啦。迄当然足好，总是迄干那是病物件。我上面着祝福你啊，吼，啥物祝福，总是有当上面无祝福，你感觉有法度继续，是啊，你是安尼是。所以我的爸爸无甲我讲足济，总是伊活落来，予我一个真宝贵。好，咱的中间主要是人我。如果你去家里，你爱准备三万亿来嘛？如果你要传一个福音，要到进食堂去，我书店跟进食堂直接换，就是实际的，你肯定干直接不稳。因为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哦，你根本就是讲，这个所在是我绝对无去。你家己就是用一个墙把家己我挂起来嘛。你肯去，肯听伊讲，伊就有够互你听啦。讲啊，你就是安尼啦。哎，不是其他要甲讲个，哦，听讲啊。啊，因为安尼，我会相信是讲，佛教内底无上帝真理啊。因为上帝的真理比基督教较宽，都是救阮干那耶稣，哦，啊，所以有足济佛教啦，其他的宗教对足济人生的看法有足济咱会当学。咱莫想讲，干那阮基督教就是老师啦，恁拢无效啦，恁遐拢阮拢免学，干那我甲你讲安尼啦。我就讲迄个强势、迄个优势的态度，咱来当放到后现代啦，可能要很尊重伊啦。后现代就是很讨厌那种。自我绝对，一般家己拢对，别人拢唔对，一般态度。啊，咱过去咱的教会是伫现代的面起来，所以咱足偏向是同即款态度。恁那拢拜假神啊，阮才是真神啊！恁那拢魔鬼啊，恁拢唔敢啦，阮才是迄个，拢是一直用即款对立对抗的方法。耶稣无啊，耶稣甲即个富人啊，无讲你撒玛利亚人安怎，什么都无讲啊。耶稣讲你敢是犯罪，哦，啊你会安？你像伊是直接对伊迄个人的现在经营。该对我。OK。啊，我想你 iPhone 起来，咱教育问题了。我想这类差不多最好了，吼，那个放那个康师傅。对啊，对啊，就是说，他中药嘛，针小的这些，基本上没有问题。那
但是咱也讲着，救救恩只有从耶稣来，即句话也是对现代。我咧讲啦吼，那是我爸爸即马伫，比如讲伫一个洞，每一个洞吼一个岛，还有怎样一个岛？那我跟你们说，如果你要去我爸爸的岛，你就要跟我去，你嘿，你都行未到啦。啊，这种不是绝对性，而是说那个是我才知道那条路。你要跟我去，哦，你看的是讲，比如讲，我看咱人生安尼，我看到一条路，你知影什么？人的一世人会当行一条路，那人生无算过讲，伊会绝对伊拢无啊，伊敢若画出迄个对众生者的迄个关心甲疼惜，我看是安尼，我看这就是一条路，实际行一条路，那以后伊就是行一条路出来。实际的机构外讲哦，迄个另外有种就问题通讨论哦，今日无要讲，总是实际第一个查某囡仔，甲台湾的拜拜的这个文化改变做关心后山哦，迄、那个华人那边关心全世界在苦难的人，这点是咱必须要去尊敬，去学习。因为我伫那里先看到的，我是台湾这块。所以实际的挖出来，迄、那个我感觉嘛是对上帝来啦。我认为所有好拢是对上帝来，总是所有好无一定拢有救恩啦。你足侪拢想讲，哦啊，伊人安尼，我人安尼做，我就安那，拢基本上都是自救的。你讲我会当耳实际，我就会当做个安怎？迄款的哎。耶稣是讲，你无法度做啦。啊，耶稣讲，啊，即摆就是咱咧做一个决定，就是讲，我敢要承认，我无法度做。你耶稣不是人嘛？耶稣是上帝嘛？所以伊的绝对性，伫后现代就是变成人的一个挣扎嘛。啊，我咧讲的后现代对基督教的反抗，就是讲，你不是耶稣嘛？你是牧师嘛？对无？啊！你哪会甲你对耶稣的了解，讲到敢若耶稣咧讲？所以后现代批判是人没有能力100%掌握真理。啊，后现代不谈有没有真理，因为当你谈的时候，你已经掉入现代的框框里面。你既然说人没有能力，就没有人可以讲，包括后现代的人也不能讲，知道吗？但是我们渴慕真理。啊，无，既然咱毋知，就卖参与就好啊，对无？人命啊，唔甘愿啊。人讲讲在比较，倒一个较对，倒一个较唔对，这是咱人的心态，总是在比较的中间，咱会当有迄个谦卑，有法度看到别人好，咱尽量和乐，尽量开心。那个就是后现代那个，你讲 community， 咱是一个学习的社区，咱大家当做学习。那这个态度可以包括各种宗教，可以包括各种种族，啊，大概是，我了解起来。OK， 请问一个真尊重生命、疼惜生命的人道主义者，有可能伫一个凡事拢有是非，只有洗礼才会当得救，只有基督徒。才是对信仰所在一好，剩个拢是外邦人，拢异信者，拢是异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真疼信仰的人，有可能比迄款的真绝对化界的基督徒，较亲像上帝所爱的信仰无？敢有可能？多一种的人，你甲伊讲会较舒服。真有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还是迄、那个真正信耶稣，阮是基督徒，所以阮有必要，阮嘛恁拢毋是，所以独独耶稣基督是主，阮已经选择这条路恁。你甲多一种的人讲会较舒服，多一种的人较适合伫后一迄个庄水讲的迄个后现代主义的心态。
心胸是予咱会当得到学习，帮咱帮助侪人会较得到尊敬。我想听到遮，你会当看到，后现代主义个心胸太高，有关系，嘛跟咱个个成熟度有关系。我想因为四年迄、那个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期待蔡老师的下一堂，然后咱甲蔡老师拍个头啊，谢谢你。哎呀，真是非常的好，做事会当辛苦，勇敢会当。你来到。